过安检不脱外套，引争议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艺人唐嫣与男星罗晋结婚后盛传已怀孕，之前唐嫣被拍到了一大一批身遮地相当严实，不少网友怀疑她偷渡怀孕。而日前唐嫣过机场安检，当时她仍以一件巨型银色闪暴羽绒服示人，更戴上帽子及黑超，虽然之后因海关人员要求除帽，更令她尴尬，露出一头乱发，她马上一手掩着头，但仍有不少网友大感奇怪，至于她为何过关不用脱去大衣，有些网友指自己过关时外套、帽子、太阳眼镜都要脱掉，连靴子都要除，艺人难道有特权？